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呢個9月25日嘅《啤李晚报》，唔紧要，慢慢你整翻 backdrop 先。咁啊，今日係9月25日啦，哇嚇，又要交呢個停車場費喎。我咧呢排咧喺度睇啊，因為我個租約咧去到出年3月啊嘛。咁我咧就其實我住得好滿意嘅，我嗰度。咁啊即係撇除咗你話我習唔習慣個區份啊，各樣嘢咧，即係我覺得咧，因為我真係有去思考嘅。我覺得我而家住嗰度咧，基本上咧就真係。你好難咁，當然啦，我都會想搬，因為有種種原因，即係所謂嘅種種原因，一陣先講下。咁我真係覺得咧好難啊！嗱，我甚至乎減埋個，即係擺埋個budget因素所有嘢落去咧，即係好難搬嚟我嗰度啊！因為有一啲地方啊，譬如話，即係始終你新樓少啊嘛。因為我而家就嫌佢舊嗰度幾耐咧，13-14年啦，我嗰度。OK。咁但係13-14年啲樓咧，啲租樓咧就開始會有啲嘢，譬如啲門膠又鬆咗啊，即係之類嗰啲麻濕濕碎碎。咁當然業主可以跟啦，啊，咁但係我覺得麻煩。好啦，於是乎咧就睇下會唔會有咩新地步啦。咁發覺哇，真係好難搬。第一，哇啲地方細過我，因為近啊嘛，細過我，景觀差過我，哇佢又貴過我，咁咪唔抵咯。OK， 好啦，喂我唔睇錢啦，有啲好靚嘅又會隔攝喎。佢山頂咪靚咯，好撚隔攝啊！南區咪靚咯，阿正你睇過曬嘅呢啲，甚至乎喂人一世買一世，我哋住九龍塘咧，阿正又住過嘅，係九龍塘都好撚麻煩嘅喎，雖然係叫做市區嘅喎，咁我又要交通方便，咁我係地鐵站上蓋，係正上蓋喎，九龍塘都算方便啦，但係喺九龍邊缺啫喎，你都要行下噶嘛。係嗱，譬如喂我住到好撚高級啦，譬如我住到咩啊？一號嘛嗰個上邊，咁邊度啊？北架山一號。嗰、那個北架山斜嘅條路唔好，北架山峰有一個 OK 啲嘅，但係佢都有條行條斜路去地鐵站喎，少少啦，即係行200米啦，嗰度已經唔方便啦。咁你係咪好撚煩咧？嗱，好啦，喂，咁黃埔匯景嗰方便啊，又舊又咩好岩殘啊？美孚新村啦，美孚新村咪又舊咯，其實係方便喎，但係舊喎。咁我而家就依10幾年嗰啲唔舊啦，係嘛？咁你所以其實係租樓係好難嘅。啊，突然間俾我見到。我琴日睇睇，我哋出邊咧喺正我出邊中哥嗰度啊，單棟式係啊，單棟式。喂，咁嗰度就真係近啦，咁但係又細，但係又都10幾年喎。係係嘛？咁唉真係好煩啊！咁我唔知點解會講嗰啲啦，即係啱啱講開就講咁解嘅啫。好啦，各位網友，人無遠慮就必有近憂，好似我哋呢啲即係一早已經踏入咗中年嘅男性，因為中年佢而家講係。唔知45歲到70幾歲都係中年噶嘛？咁我但係就算你當40歲先踏入中年啦，我都踏入咗中年10幾年啦。咁有陣時咧，真係會出現有心無力嘅情況噶。唔好講嗰方面啦，其實隨住個年紀大咗之後，我發覺哇啲視野冇咁清晰。不過好在我有目睛眼藥水。哇！有陣時條腰又冤啊，我都唔知咩事，膝頭哥又痛一兩日嘅啫喎。即係可能天氣一變啦，即係風濕啊咁嗰啲啦，即係產品好，即係總言之，樣嘢你都係冇咁。圓滿嘅冇辦法啦，即係隨住年紀。阿正就未係好覺嘅，而家呢個啱啱40歲，但係咧有啲嘢都會覺得啲嘅，譬如你回復體力啦，譬如踢波。喂，我諗你而家唔能夠朝頭早約啲 friend 8點踢波踢到6點啊嘛，就算中間有 break 啊，踢到10點咯。屌你諗，我哋以前你大家一定試過㗎，僆仔放暑假7-8點去到球場，當然你中間會唞一唞，有陣時輸波或者飲支汽水。喂，真係可以睇到6-7點嘅喎，即係10幾歲嗰陣時夜晚喎。你真係你係唔可能嘅事嚟嘅，係嘛？咁但係你真係冇辦法啦，年紀大就即係隨住即係你個代謝慢咗。好啦，咁當然我哋更加關心嘅就係譬如我哋嗰、那個性能性嘅表現啦。點解咧？我哋都市人壓力好大啊！咁其實壓力地方好細，地方都會影響咗你個性表現喎。譬如你想book嘢嘅時候，驚又將驚牀誒壓立俾啲細路啊，俾啲老豆老母聽到隔離屋啊，或者住劏房嘅，咁點搞咧？OK， 好啦，於是乎你個心情冇咁輕鬆啦，係嘛？好啦，個腦海又不斷諗住死啦，聽朝老細話屌你我7點半要翻去乜，又冇咁輕鬆啦。或者個老婆，你快啲啦，唔好搞啦，佢又唔想唔俾你，但係其實佢又好攰，咁你即係都會。
即係著著都影響你表現，就更加唔好講你年紀漸大啊各樣嘢。所以我哋好多時候會出現舉而不堅，嗯，唔夠硬啊！你又送個心口癮喎，如果送到啱啱睇完呢、這個及穿內央，屌你小澤源，即係啲舊啊，我一講好啦 ，old school 嗰啲 AV 係嘛，三上油啊之類，三上油啊，哇！個心個心火到啊，係好啦，於是乎搞下個老婆啊，條女摸下個老婆，即係咧啦，你唔搞啦，但係佢又唔係好大反抗，咁你 get 到啊，佢都 OK 上啦。唉，由先睇到心火盛，心火盛還心火盛啦、啊。點知條友條僆仔唔聽話嚇、啊，半軟不硬，唉，終於咧又硬又扶，搞撚掂咗。啊，一進入推送幾下，唔係出咗嘢啊，出咗嘢。另外一個叫做 Joseph，OK， 屌你老尾，淋撚咗喎。仲驚做咩啊？你淋咗你趁住佢仲喺楞咗入邊嘅時候，你仲喺度喐喎，佢都費事出聲啦。你老婆啊條女，但係喐下喐下，屌佢不單止係淋，佢仲縮山楂餅咁撚樣變撚咗。屌！咁啊出兩咗嚟喎，耶！咁先搞掂佢啦，唔好搞煩啊！喂，嗰陣時你又自卑又自怨，你好即係唔知點樣，跟住咧你仲想唉嚟啦，即係又硬下去諗住搞咧，喂，跟住開工啊，唔搞啦！咦，你見到咦，由先由耶，唔搞啦，嗰種半推半就，到而家係好似真係唔撚想喎，唔好啦，無謂嗌交啦，先搞掂佢啦，已經三點啦，黐撚線咩你？好啦，咁你戇鳩鳩，你冇辦法啦，如果食煙嘅入廁所煲口煙。屌你老母！但係深圳就未過，捋下條撚又捋唔硬，唔知點算？算啦，都係瞓覺啦。好啦，朦朦朧朧之中就睡去。第二朝起身嘅時候，喂，一方面，屌你其實火一上我咧，即係點解咧？譬如如戰，好似打戰咁啊！一坐完拉撚曬弓，你唔撚通呼咁樣慢慢縮啊，唔撚得噶嘛，一定要一如戰坐完就噗咁樣要射過去噶嘛，硬係行出去，哇！屌你頭暈眼花，跟住望見個老婆，你起出門口啦。個老婆咧嚇、啊，你見到佢哇，韶華漸逝，亦都有啲內疚，屌你自己冇料到，唔好搞人啦。慢慢咧，你就搞少咗，驚表現唔好啊。搞少咗一嚟，你又驚條女個老婆唔餵唔飽佢，佢會出去偷食，你又驚。你另一方面，佢唔出去偷食，你更加內疚。點解咧？你冇做到人夫嘅責任。OK， 咁我啤你，喂平時咁牙刷，會唔會有呢啲問題咧？我講到咁攰形攰聲啊，咁當然都曾經有過呢啲問題啦，雖然比較少。好啦，原來喺較早時候，我一直都有呢隻產品，我冇推出嚟嘅。點啊？我得到呢一支叫樹樹功，係阿正有過嘅。OK， 我冇推出嚟點解咧？因為我咁多產品，關於呢啲咁嘅壯陽產品，喂呢隻嘢唔知賣$100定幾兜嘢，我賣出嚟，屌你老母咁，我咪嗰啲嘢唔賣得，我咪好狼鳩，我梗係唔我收埋用啦。其實呢隻樹樹功咧，我已經覺得好撚勁。屌你老母係事前半個鐘頭前你噴幾嘢？喂，記住係全天然嘅中藥 ，OK？ 屌你老母，佢又唔會無啦啦硬撚咗嘅喎，你一定係接觸女性咧，好似即係我哋嗰個擁蟲態咁樣啊，即係異性啊女體嘅接觸咧。屌你老母係，佢已經令到我覺得咧，屌你老母嗰種清新啊，回復年青嘅感覺係好大好大。但係我從來都唔講我有提嗰啲樹樹功，咁一直都係講緊咩咧？就係講緊我哋嘅人人水嗱，今日咧貨到曬我手咯，貨到曬我手啦，我用一節嘅時間，大家要聽啦 ，OK？ 嗱呢個咧，除咗係銷售之外咧，亦都係一門健康教育 ，OK？ 嗱，所有皮膚有問題啊，或者有頭先我講嗰啲，就係追求卓越表現嘅男性。即係牀上啦，起碼都即係平時係契弟㗎啦，俾老細屌。但係起碼牀上面都起碼能夠做一個屌駕奴女性嘅男人啦。喂，你屌你啦！咩男性三民主義有冇搞撚錯啊？咩駕奴啊？嗱，老實講，好似係咯，有啲嘢。但係咧，用屌得冧啊，好似好衰呢個字眼。你能夠滿足到你女另一半咧？嗱，呢一個係感情維係感情一個好重要一環嚟㗎，唔係普通重要啊！大家回憶一下你年青嘅時候，幾許嗌交，根本揾唔到答案嘅嗌交喎，有雞蛋先定有雞先嗰種嗌交啊！喂，屌你老母，一場屌閪又化解曬。當然係要激進嘅屌閪啦，你屌你老母頭先我講嗰啲就撲街啦，係嘛？喂，咁你話呢一樣嘢幾重要咧？對你嘅夫妻嘅感情 ，OK？ 咁大家留意啦嚇，咁我同埋啲皮膚有皮膚病嘅朋友 ，OK？ 咁而呢個產品咧，我可以同大家講。
都係用我哋好大嘅實力啦。嗱，近排咧，其實咧，我真係要同大家講嘅，其實自從喺呢一個木經眼藥水之後咧，我基本上咧，我真係好忙。點解？我每一日都有超過三四個客要見啊！如果我要見嘅話，就有唔同嘅產品，即係因為我哋咧已經係即係本店啊，已經係名揚呢一個直播界。喂，好多人問我，喂，屌，點解你唔做直播台啊？咩嗰啲好多呢啲小人哥，即係嗰啲嗰類啊，香港啦，生果哥，香港我講香港嗰啲啊，係唔係啊？啲人話小人哥、生果哥佢哋嘲笑我，但係係我啲風格嚟嘅啫喎，其實。喂，人哋成億 follower。OK， 香港就做得非常麻麻嘅，即係我收到風，有啲 supplier 會同我講噶嘛。而一段時間 OK 嘅，但係一開個關咧又謝曬，因為咧嗱，佢嗰班同我哋有啲唔同就係咧。當然大陸嗰啲個情況另外啦，佢哋就真係純銷售，就唔同我哋有個節目，其實建立咗個感情嘅友誼喺度。咁但係我千揀萬揀，真係有排揀。好似我而家我台邊嗰啲嘢，成日啲人俾我試，我心諗，屌你，我試到冇人試啦，大佬。喂，我老婆話：，哇，屌你，七十幾種濕條紋，我家姐啊咁嗰啲，屌你乜點試得幾多咧？啲網友係嘛？咁我哋但係咧，的而且確咧，我真係非常推介。我不單止這個，我所以極力爭取到嗱呢只嘢咧，我哋會獨家買賣嘅，即係全世界首先有呢一個星龍個名係咪勁啊？星龍王啊！係，屌你老母！阿龍阿 Ken， 星龍王，屌你老母，已經夠勁啦！係，全世界淨係得香港有得賣，香港就淨係得我哋啤梨頻道呢個 Big Match 有得賣 ，OK。這個當然不會是永遠是這樣，但是也不排除如果我們能夠做得好一點，其實老闆也不想給外面直接我賣光，那我很有信心的，對第二樣產品我是會懷疑的，對這樣產品根據我過去的經驗我是非常有信心的，而且我是用一個超特價，是 even lower than the wholesale price， 即是說可能是比批發價更便宜的，好嘅，我冇辦法噶啦，我一定係谷到你哋盡噶啦。咁我哋一陣先講下呢啲嘢，我哋講下新聞先。好啦，2024年居屋第一節，我哋講居屋會推出幾吸引嘅啲地點，7000多伙，其他細件嘢我唔講。你話呢個政府真係算點咧？嗱，我知道有啲人一定唔會認同我啲意見嘅。咁你個政府嗱，阿正即係公，我哋純粹做評論啫。7000多間居屋，你話對個地產市道有冇影響？嚇、啊，唔係唔緊要嘅。嗱，如果你哋真係要認為上樓係重要，因為呢個係硬任務啊嘛，解決咗嗰個叫咩深層次矛盾啊嘛。喂，唔緊要喎，居屋繼續去。咁就唔該你哋嗰啲其他措施咧，你何必要減壓咧？減壓你想樓市旺盛啊嘛。嗯，係嘛？喂，你跟住又話要赤字，又希望收多啲印花税啦，嚇、啊！我唔拎啲地出去賣，唔拎啲地出去賣，點解咧？驚啲地賣平咗啦嘛。嗱、如果你拎多啲地出去賣，咁啊多啲供應啦，話俾個市場聽，價錢就上唔到去啦，價錢上唔到去，咪多啲人可以入到市咯，咪解決個深層次矛盾咯。嗯、喂，咁你而家政府究竟你係想解決深層次矛盾，定係想頂住個樓價咧？嗱，佢設立佢就想交投活躍啲啫，想個樓價多啲買，想個樓多啲買賣，想個樓價上翻去。因為老實講，呢、這個世界好奇怪噶嘛，貴就追平嘅冇人買喎，反而咁樣奇怪喎。唔係你個政府想點先究竟？嗱，我唔好計而家發展商手上面嘅單位，亦都即係賣剩嗰啲樓，或者將會推出嘅樓，你計埋嗱，淨係居屋啊，出年有7000多伙，即係話出年咧，如果就咁計埋。我係咁，而家我自己做地產噶嘛，賣剩嘅發展商未賣剩嘅樓啦，發展商可能出年會推出嘅樓啦，冇理由擺到，因為越擺得耐咧，而家個情況就越會平，咁一定要趁價推出嚟噶，係咪？隨時超過4-5萬間，嗯啊，咁如果你話連埋公屋嗰啲，我真係唔知啊，哇！屌你咪真係85,000翻翻嚟，啊嗱，咁冇所謂啦，咁啊總言之，大家各位就自己執生啦，我恐怕嗱呢、這個今日亦都講。在去年的居屋2020、2022和2023的居屋呢亦都有取消買賣協議收回的、okay? 新一批的居
租置佢就冇講個數字啊，頭先嗰啲2020、2022、2023。咁我諗啊，2020、2022、2023咧，可能有啲啊居屋抽咗，譬如2022年嘅，可能係今年入夥啊，或者較早時候入夥啊。佢哋見到樓價跌，個市場奇怪啦，或者份工冇咗啦。我諗如果個樓價唔跌咧，就算我份工抽到咧，都死去嘅，因為借到九成半咁樣啊嘛。啊，好啦，另外咧，租者置其屋計劃幾多？300多個單位收翻翻嚟。租者置其屋咧，即係話佢租樓嘅，但係OK 嘅，住慣咗佢可以賣嘅，收翻翻嚟，即係意思係咩咧？佢連租都唔租。咁佢先收得翻嚟噶嘛？點解租都唔租啊？因為梗係出邊有好啲嘅地方租啦，或者出邊佢有啲afford到嘅樓賣。譬如即係講我哋作為小資產階級會買下樓，即係會有錢希望置業嘅。喂，你問我，我寧願買層60年嘅美孚新村私家樓，我都唔會買層新樓嘅居屋嘅喎。如果有即係個錢夠嘅話，按揭做得到。咁你咪見到呢輪連租者置其屋都個計劃都收翻。咁呢7000多個單位究竟會有幾受歡迎？我真係好懷疑嘅。佢仲係話市價七折，喂，你始終老老實實講，其實好似啱啱嗰批居屋揀樓都唔夠人啦。我記得印象中今年啫嘛，好啦，但係幾好喎、啊，今年即係今次推出嗰啲地點，觀塘安柏苑都多啊，420伙，東涌裕興苑唔知喺邊度嚟嘅，東涌邊個位咧？1344伙，嗱，跟住最貴呢度啦。啟德啟盈苑，哇！啟德喎、啊，屌你老母行過去， CBD, 行過去嗰個咩啟德體育城啊，行過嗰條市河啊，簡約公屋，係啊，好撚又有簡約公屋喎、啊，好撚掂喎，啊，1736伙，冚家產 CBD，哇！你嗰日當日我哋播嗰啲咧，而家就發展中，我哋都有信心嘅，覺得樓價仲得上，佢嗰陣時買20000多呎啊嘛。好啦，屯門兆湖苑2768伙，咁大嘅、啊、呢、這個兆湖苑喺邊度咧？油塘高希苑864伙，哇，總共7000多伙，真係好奇怪啊！真係政府做嘢喺我哋樓價最高、居住問題即係有移民潮、居住問題最大嘅時候，一年都抽唔到3000-5000間居屋，而家喺呢個環境有7000多間居屋推出嚟，好啦，嗱。價格咧就143萬至到467萬，咁但係咧，即使係去到所謂嘅今期嘅居屋王2024屯門啟盈苑咧，樓王咧，咁佢最貴哇，最貴咧哇都要9000多蚊尺喎，呢個七折啊嘛，佢賣幾蚊尺啊嘛，其實我到呢個係一個永恆嘅，即係我做呢個節目我都唔知講拗到頭幾多次，你係有我個居屋都有個限制咁入息限制啊嘛，我何來？買得起9000多蚊尺嘅樓咧，我真係好奇怪。好啦，資產限制嘅嗱，佢計過咁，因為佢啲樓唔大啊，5個發展項目咧，最貴嘅咧都係467萬最貴，平咧140萬都有噶啦。咁啊，就大約係35平方米，即係380尺度啦。OK， 咁啊即係平均啊呢、這個。咁如果300幾平方米嘅300多尺嗰啲咧，都要成200多-300萬啊。好嘅，咁啊，自己大家去落户又好，你上網又好啦。我唔知道我哋嘅網友有幾多人會對抽居屋有興趣。你問我咧，我就冇興趣啦。就正如之前我有個網友話，佢個仔其實唔係網友，我哋個清潔阿姐啊，話個仔想買啊喺啊綠表市場放出嚟嗰啲即係未補地價居屋啊。咁我都話咁，你有地方住埋嚟嘛？你冇地方住就冇得傾喎，暫時。邊有地方住？我唔買。喂，綠表市場嘅居屋我都唔買，唔好講話呢啲啦。啊，好啦，另外一單嘢，呢間嘢咁啱得咁巧。我琴日咧係食飯嘅時候咧睇新聞睇到嘅，我好少食飯睇新聞入到去嗰度，冇辦法落去播住。好嘅，咁我琴日邊度食咧？又可以講下。咁係我哋公司附近，但我未去幫襯過嘅，係一間食上海嘢嘅。我昨天吃過什麼呢？我和我老婆，大家聽住，我吃了一個餃子，湯的餃子，只有6粒而已。它就這樣烚呢，就沒有水的，其實都可以的，烚餃子沒問題的。我加個湯，加個番茄雞蛋湯，6粒的，一個餃子，
一個小食，但都好大好大兜喎，就係、是、呢個皮蛋辣椒豆腐咁嗰啲啦。嗯 ，OK。咁啊一個三鮮炒年糕，即係啲雞絲啊、肉絲啊之類啦，三鮮啦、啊，總之炒年糕。咁啊嗌多個油菜，再嗌多個小嗰、那個嘅華梅骨，213蚊。嗯，都 OK 啦，非常街坊。特別我要介紹嗰碟菜，嗰碟油菜好食啦，係啲油啲油同埋蠔油叻落靚啊，個豉油都靚啊。OK， 15蚊。屌真係好撚抵食，咁我都睇過呢段新聞。我一睇嘅時候，我已經心入邊有曬我今日嘅評論㗎啦。嗯，我屌你老母呢個咩世界嚟嘅？嗱，首先咧，香港不少工程被批評天價，咁事實上我哋係好貴嘅，好貴嘅。好啦，於是乎發展局舊年第四季，舊年係2023年啦，透過委聘顧問公司去揾成本高昂嘅原因，其實老實講睇到呢度我都火嚟啦。成本高昂，竟然都要找顧問公司去找原因，屌你老尾係 ，OK 唔緊要，嗯啊、我唔知道，可能使幾即係三幾萬蚊咁，我都 OK 啦。當然你隨時係使幾千萬噶啦呢啲啊。好啦，報告話其中嘅原因係因為我哋用咗國際級嘅標準同埋要求。如果呢個報告咧，如果咁寫咧，嗱佢有其他原因噶，就咁睇落去咧。哇！咁我真係拍撚曬台啦，已經屌你老母唔用國際級嘅標準同埋要求，咁我用乜嘢級嘅標準同要求啊？喂，好啦，咁具體係咩意思呢？既然有佢咁樣個報告咁樣出咗嚟，於是乎琴日下晝咧喺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入邊咧有一個叫做研究公務工程效益成本管理小組委員會就舉行嘅。喂，咁其實真係我哋你哋睇《啤梨漫步》或者我哋因為要做《啤梨漫步》，真係唔會睇嘅呢啲。講真的，我有些老友咧就喺律政處度做嘅，咁啊律政處都好多工嘅，就唔係淨係話釘死人嗰啲。釘死人嘅，其實有陣時咧有啲工咧係啊，即係可以係做啲政府，因為律政處同一時間亦都係政府嘅最大法律顧問嚟噶嘛。咁有時候你會上立法會去俾一啲法律意見啊，去提供一啲即係俾啲意見啲議員啊、啲官員咁樣嘅，同我講，佢話根本屌咧，又佢話。而家啲立法會議員佢唔係講官員喎，官員始終係以前考入去噶嘛。嗯，佢係真係渣撚到你唔信啊，俾你哥。我信啊，點會唔信啫？我信，屌你老尾！以前我都覺得渣，以前嗰班，你唔好話而家啦，我點會唔信啫？啊，好啦，嗱，發展局琴日咧向小組提供失業報告，咁我諗你揾得顧問公司去揾就唔止失業嘅，不過唉呢班垃圾屌佢都冇撚時間睇或者唔識睇噶啦，俾失業報告佢。概括咗有5個導致工程成本高昂嘅原因，咁呢個咧係合理，我仲可以 up 好多嘅。嗱，我哋睇呢5個係咩原因先？工人成本，哦，工人成本貴係喎，建築材料同埋設備嘅合約風險日價，一陣先講呢個設計嘅標準同埋要求，即係話，喂，係咪要用國際級嘅標準同埋要求啊？審批嘅流程同埋工程嘅複雜性，嗱，工程嘅複雜性呢個都重要嘅原因嚟嘅，即係譬如你話起條。行人隧道咁好簡單嘅行隧道啫，但係我哋香港咧本身好地方好細，好密集個地底已經好多嘢啦。譬如我哋以前70年代起地鐵，咁就已經係貴過人哋好多咯。又或者我哋起高鐵點解咁貴啊？因為要避過好多地底嘅電纜啊、水渠啊，好多呢啲嘢啊。OK， 咁所以 and that's why 嗰陣時我而家記得咧，喺2009、2010年嘅時候咧，嗰陣時有好多 proposal， 我哋唔識㗎，係一啲建築界嘅人士啦，一啲環保人士啦，一啲工程界嘅人士啦 ，whatever。就話喂，點解我哋係應該更加應該擺嗰、那個站喺個錦上路嗰度嗰邊咧？嚇、嗯啊，因為點解你平好多啊？咁而事實上咧，嗰陣時中央我記得㗎，嗰陣時中央政府係冇強烈要求你一定要擺到市中心，因為睇翻我哋咩北京啊、廣州去嗰啲高鐵站咧，全部都係市郊嘅、嗯，因為其實係唔會咁撚笨柒㗎嘛，屌你喂，你去到嗰度咪轉一程車咯，嗯，係嘛？順便谷起個市。當然啦，呢個就係啦。你點解咧？譬如話，喂，我哋譬如錦上路，錦上路站佢又冇乜特別大發展啦。遲啲可能錦上路站，我哋嗰個錦上路站啊，佢又咪係上蓋咁，又唔同嘅咯。喂，梗係去到啲市價，第一你成本低咗，第二啲油其實慢慢即係擴展咗嗰個由市中心擴展去嗰度，由人哋又會送俾嗰度，可能有酒店、嗯，可能會有食肆，會有購物點等等啊嘛。咁你香港就係要。係要搞呢、這、一個
喺市中心。而呢一樣嘢，如果唔係中央要求，你哋呢一個堅持用呢一個公帑，究竟會唔會有其他啲考量咧？我真係唔知道，我真係唔知道。OK 啊，好啦，負責公務發展局嘅常任秘書長劉俊傑琴日出席會議，佢話香港嘅工程嘅設計標準要求係要達到國際級水平，較其他地方高。嗱，大家聽清楚啊！佢又你唔好咁快屌佢住。佢但係隨住建造技術、科技同埋材料質素近年嘅高速發展咧，香港咧沿用多年嘅設計標準同埋要求，應都可以檢討嘅。佢舉例，譬如而家一隻新嘅 material 叫做高強鋼，佢可以減輕重量，咁就會減少咗對地基嘅負重要求。佢又話，土力工程署去年發出嘅新技術指引，提升地基容許嘅承載力由5000帕升升到去5000帕升，升到去7500嘅千帕啊，5000帕升到去7500嘅千帕，咁啊可以減少啲裝柱，於是乎減少裝柱嘅，咪又減少咗裝柱嗰個成本咯。咁佢話咧標準冇降低，只係當局對物料嘅認識加深咗。嗱，唔同嘅物料，即係科技日新月異啊。如果採用能夠慳到啲成本嘅，咁我哋當然我哋係絕對接納啦，係嘛？但係咧，嗰個標準咧，喂嗱，佢強調個標準冇降低啊嘛。但係你個報告就話，因為我哋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哋要達到嘅標準係國際級嘅標準。咁於是乎，我哋係咪會對喂你個標準係咪有懷疑啊？嗱，我琴日睇呢度好啦，好笑，全部立法會議員。全部昨天有與會的是沒有一個去質疑過，喂，起碼問一下，喂，老老實實，秘書長，你現在說這樣，喂，那個標準怎樣先？過去由幾時幾時，喂，隨時他都出來，他們有什麼的嘛？喂，陳光又說可以這樣，喂，那不得的喎，不單止沒有，還有一條謀理，屌你，這條謀理是誰？這個立法會議員，梁子榮，他說，工聯會，上個月去深圳龍崗參加一個兒童公園，他發現龍崗公園的地墊內地要求是10至20毫米，香港啊就110毫米啊，你要咁高，咁梗係貴啊，係嘛？個標準高咁多倍，大十倍咪即係大十倍工程費咯，嚇、有冇需要用到咁高啊？嚇、點樣去處理啊？都潛伏。佢冇去質疑，即係唔好話一定我嗱、我唔講發展局嗰、個，佢一定會減低個標準先、佢冇去懷疑下問句，喂，咁會唔會喂你用心物料慳咗錢，會唔會個標準唔到啊？呢、這個好重要嘅喎、我哋慳錢還慳錢喎、邊個負責點算啊？係啦，咁你起碼問啦，不單止不問，佢仲話，喂，我喺大陸睇，喂人哋屌你咁撚薄啫嘛，嗰個軟墊細路仔個公園個軟墊，你咁撚厚做乜撚嘢啊？砸死啲細路仔咪砸死細路仔，咁樣講啦嘛。哇！你真係咧？警察會啊！喂，你真係咧？其實香港啊！我哋知嘅，我哋梗係知啦。你淨係諗下，我哋睇唔好講大陸。喂，耐唔耐燒下火？屌你老母！咁南韓成層樓冧咗，日本成層樓冧，菲律賓啊、台灣啊，真係喎！香港真係從來未試過。香港你話喂，買有試過馬頭圍咪冧樓？馬頭圍嗰鑊冧樓啊！嗰第一個層樓幾十年，第二仲要係嗰條裝修佬無撚端端，佢剝鳩條柱啊！佢就算危曬樓啊，嗱唔使講咩，我住十三街，我住明倫街。屌喺我成長階段，係講緊40-50年前喎，已經屌你老母剝撚落曬嘅咯喎！屌你，你已經係見到啲鋼筋嘅咯喎，流水流到我哋嗰啲天花，跟住話要冧啦冧啦，快啲搬啦！做大個仔要揾錢搬啦。結果我搬撚咗三十幾年啦，睇下先，廿幾三十年啦，我搬咗，佢仲未冧啊？點解啊？因為嗰陣時喂鹹水樓又如何啊？人哋個標準高啊嘛，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喂，呢、這個亦都係其中一個香港能夠發展到今時今日應該要好安全嘅。喂，我哋屌你只電器整條水線，水線唔係一定要㗎，其實嚇、都整條水線嘅多撚魚嘅。喂，同埋即係上面啲建築係渣啊嘛，向啲渣嘅地方。喂，你係喂咪出咗名㗎嘛？你話喂唔係喎，幾多嚿負渣啊？上面啊，秘書長啊，嗱，我啱啱去完荷蘭呢個阿姆斯特丹，我睇過人哋嗰度咧，喂，人哋嗰啲好撚薄嘅啫喎。喂，你哋發展局究竟有冇去研究㗎嚇？喂，原來我哋需唔需要用咁厚嘅物料咧？嗰啲成本係幾多咧？如果你話嗰、那個即係佢咁薄，佢工序慳咗，我哋係咪可以降低成本咧？就算物料貴咗都，你都建設性啲啊！你一講大陸龍崗，
喂嗱，首先我唔夠膽踩，因為冇調查就冇咩發言權啊嘛。喂，但係我哋喂套版印象喎，大陸喎，你唔係話屌你諗住揾大陸嚟比？你揾你話啱啱去完，你話去完日本，去完東京，咁我都仲話啊，可能都係會要睇下喎嚇。喂，呢班都撚嘢議員嚟㗎。好啦，多名議員繼續，多名議員啊，佢話喂點樣可以採用更多內地製嘅物料啊？點樣可以採用？佢哋唔係問。點解唔採用多啲？即係問點樣採用？點解要採用多啲內地嘅物料咧？我因為平定點啊？定擦鞋啊？喂，平嘢就冇好嘅喎。你親戚有冇份啊？啊，呢個好難講啊！嚇，唔係啊，有份我都明啊。我最驚佢冇份喺度擦鞋啊！係啊，屌你個喂，大佬如何採用咁多內地製物料？我唔推我其實我從來唔會抗拒，因為我自己有賣大陸嘢啦。喂，你起碼你真係有個我哋呢個政府嚟嘛，公帑嚟噶嘛，係咪有個流程？喂，有個咩噶嘛？以前我哋就會信個政府，而家就真係炸炸地啦。喂，佢哋審視過，喂邊樣嘢好嘅咪買咯。你唔好講乜嘢，屌你淨係城巴定九巴買幾架嗰啲咁嘅，即係之前嗰啲電動巴士，屌你咩一上車又話停撚咗，而家打撚埋柴有五部，屌你老母！然後你話喂點樣可以採用咁多內地製嘅物料，劉俊傑呢個常務秘書長就話：放心，八月咧香港就會成立一個，又成立咗個，即係啱啱呢個月啊，即係上個月啦。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 ，OK， 就為創新物料建造方法同埋技術進行研究，同埋制定標準，同埋提供測試，同埋發出認證。好啦，有埋個院 ，OK， 佢話由於咧國產國標嘅產品，即係國家標準生產產品。和我哋都差異，所以研究院咧會做多啲測試，喺滿足標準同埋條件之後就採用。嗱，老實講，我係完全明白嘅。譬如佢講得出呢、這個，當然佢嚟講就政治唔正確啦。國家嘅標準同我哋要求嘅標準有啲差異。OK， 咁啊，所以咧，我哋佢嘅意思即係佢哋嘅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咧就會係啊嚴格啲嘅，即係嗰個標準比較高啲嘅。但你問我咧，屌你何不就係跟翻英制、歐制咪最簡單咯？使乜自己研究個標準出嚟？喂，你而家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話你哋會做多啲測試 ，OK 嚇啊，同埋發出認證啊！哇，我真係對香港本地嗰啲啊研究院入邊嗰啲員工嘅信心，我都炸炸地啊！你點知會唔俾人挾啊？發出認證啫嘛，係嘛？即係你話點搞啊，各位網友？休息休息。